阿飞，好险！将来我就那把，这是七夕舞的牛郎织女的，送给你啊。那你这个电器信物我就收下了。大当家的，这些是三皇子想要求娶周府姑娘的聘礼。什么？啊？三皇子？这一套在我们四十八寨行不通。通知山下开始行动。四十八寨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当然，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这山下需要我。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我已经选择好了。我尊重你的一切决定。你可想好，一旦涉足这个泥潭，恐怕一辈子难以脱身。既然决定了，那就绝不后悔。我的阿飞，就先拜。只要我义息尚在，就一定会保护他的安全，以及他要走的路，也一定会为他清扫干净。阿飞，时间不多了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说要带我去健康吃最好的酒？那倒是吧。但是相伴一生都是一种，说起来是不是很幸运？生病了，现在危在旦夕。在遥远的极北之地，隐约有着重生之术。Oh.